会当诶，伫即个东方建筑内底，坐一只林咖啡，听着海燕诶声音，安尼有幸福无？朋友讲，越南诶头屯有一间叫做平安度假村，伊敢会当用水甲冰柜来形容。这个跟海接做伙游泳池，你若是在那底游泳，阿咧额头换开的时阵，看到的就是海平面啊。订这个饭店真困难，朋友讲，你甲看过那边遐，就是一栋一栋的 villa， 你若订得到，安尼就算你的幸福啦。内底即个门窗、条啊、顶顶所有的即个装饰，听讲拢是头家去越南真侪所在慢慢啊找出来，啊才甲客顿个家组合的。后壁阁有行程爱走，走啥物啦？咱坐一只啉咖啡，啊，人生就真幸福啊，免走啊啦。